现在我们要揭晓的荣誉是今晚的重量级荣誉全视频亚洲风云人物，请看大屏幕。有请荣誉获得者甄子丹先生。也有请我们的妆台古总为甄子丹先生颁发荣誉，恭喜甄子丹。恭喜2014亚洲风云人物甄子丹先生。我都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今天那么大家都那么酷，那么帅，美女靓仔靓女，我感觉有点年龄好像不相配。但是其实我跳舞还行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哇！刚刚在后台，我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那个 XO。啊，你们别羡慕啊！他们送了我的那个亲自的签名的 CD。甄子丹先生，您刚才这番话，典型的是网上现在三个字：拉仇恨。你在拉仇恨呢？这样，我们在这里现场宣布，稍后表现的好的观众朋友将有机会获得 XO 送给甄子丹先生的那套签名 CD。好，我觉得今天晚上非常好玩，很多颁奖礼我都参加过，但是没有今晚那么好玩，很轻松，很开心，很温暖。谢谢，再次恭喜。最后的这个大奖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影像和视频的魅力。视频不光是可以记录我们身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视频也能记录一个演员他所有的努力和他所有的付出。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甄子丹先生。有梦想的人总会怀着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未来，而当你怀着积极的心态去看到明天的时候，也许梦想在明天就会变成现实。接下来最嗨的时刻，尖叫声，我们一起喊出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这个表演的天地。哇，谢谢筷子兄弟，请留步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因为全场每一次放起小苹果的时候一定是最热闹的时候，欢迎二位，欢迎欢迎。谢谢。我也问一下嘛，要不要拥抱、拥抱一下吧。这个、谢谢。今天筷子兄弟在我们的全视频之夜获得了一个荣誉，那就是全视频瞩目人物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筷子兄弟的好朋友，著名主持人，东方风行传媒静家品牌创始人李静，有请静姐上台为他们授予荣誉。有请。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，怎么爱你。静姐说她要跳就上来。红红的小鸟们，为您跳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好。他们上次在超级跑男里面教大家跳小苹果。对，教我的。哦。所以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静姐为筷子兄弟授予荣誉啊！我特别荣幸给中国最大的神曲颁奖，来，恭喜两位！掌声祝贺筷子兄弟！是的，全视频瞩目人物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颁发荣誉，有请荣誉授予人著名导演、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游小刚和合一影业 CEO 朱辉楼，有请。有请两位。你先来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朱辉龙。我是游小刚。那个我们接下来要颁那个奖呢，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奖，因为呢，只有最受关注啊、最受欢迎的人才能获得这个奖。今年有一部戏，在2014年是一个限定级的戏，它播放了超过20亿次。那这部戏呢，是什么戏？是谁演的？那么大家请看 VCR。全视频人气巅峰 ，Youtonight Popularity Award。入行10年，从歌手到演员，持续付出。
2014年一部《古剑奇谭》改写他的人生。同名电视剧话题在微博一举创下42.7亿次阅读，引发662万总讨论，剧中明星提及量8866万，造就全民男神陈伟霆。全视频人气巅峰陈伟霆，恭喜恭喜陈伟霆，有请荣誉获得者陈伟霆。恭喜陈伟霆，也有请我们的大师兄发表感言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师兄。感谢很多人，我要最主要要感谢《古剑奇谭》，因为《古剑奇谭》把陈伟霆带到内地来啊。我知道这只是我的起步，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。还有我要谢谢我的团队，我的 W Team， 因为他们帮我这段时间确实是蛮辛苦的。最后我要谢谢我的粉丝，没有你我真的可能没有拿到，不可能拿到这个奖。谢谢各位，我会继续努力。 Thank you， 祝贺陈伟霆。好，也有请二位继续为我们颁发荣誉。全视频实力偶像，请看大屏幕。全视频实力偶像 Ukulite Talent Award。 18岁出道的他在曲折中成长，从步步惊心穿越回归到步步惊情再战人生巅峰，更颠覆传统制作，拓展娱乐圈产业链商业价值。无论人生如何跌宕起伏，实力在，所有的努力都会得到回答。全视频实力偶像吴奇隆，掌声有请荣誉获得者吴奇隆。失去你，失去勇气，失去意义，谁记得分手那天。恭喜吴奇隆，恭喜吴奇隆，请发表感言。谢谢优酷，那也非常谢谢一直支持我的熊猫族人们。在过去这一年2014，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在做一些跨业界的异业的结合，那所有的成果都会在2015年呈现给大家。谢谢你们。谢谢吴奇隆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。您看到吴奇隆也觉得容颜不老是吗？对，吴奇隆啊，你要再不老，钟汉良都疯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有请这一环节的荣誉授予人，著名导演滕华涛，有请。大家晚上好，非常开心今天能来到这里。那我今天在这里揭晓全视频突破人物的荣誉获得者，请看大屏幕。全视频突破人物 Ukulite The Most Outstanding Award。 后会无期中历经沧桑的倒车大叔阿里，急速前进中睿智有爱的宣长，钟汉良游走于不同角色之间，随心转换，魅力无限。20年的持久瞩目，绽放小太阳耀眼荣光。全视频突破人物钟汉良，恭喜钟汉良，有请荣誉获得者钟汉良。小太阳，有请滕华涛导演为钟汉良授予全视频突破人物的荣誉。恭喜我们的小太阳钟汉良，也请您发表感言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来了。我之前以为自己挺内向慢热的，不适合参加那种这么激烈玩游戏的节目，没想到原来我可以这么好玩，这么欢乐。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声放肆的笑？哇，谢谢，再一次恭喜汉良，谢谢你，谢谢钟汉良。2015年，我们要继续支持小太阳钟汉良，谢谢你，也谢谢我们的滕导，谢谢滕华涛导演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荣誉授予人，优酷土豆集团首席营销官董亚伟，掌声有请。
大家好，我是董亚卫。接下来要给大家揭晓的荣誉是全视频独创立意，请看大屏幕。全视频独创立意 Ukunite Unique Creativity Award， 以中国荧屏从未呈现的节目形态独创立意，以担当、责任、阳刚、重塑为关键词，重新刻画中国男性的肖像，贡献激动人心节目的同时，亦极具正能量的时代意义。全视频独创立意，超级先生。有请荣誉获得者代表超级先生制片人李静上台接受荣誉，有请。这个节目我太熟悉了，因为是我们安徽卫视的节目。大家知道安徽卫视超级演说家和超级先生的这个系列，其实做起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。那我们也希望在2015年超级先生的第二季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。今天其实也来了很多的超级先生，我看到这个吴奇隆也坐在第一排，你逃不过了，所以你得来。还有小撒，对不对？我们超级先生其实是不考虑身高胖瘦的，都可以来。年龄也不考虑吗？如果你有绝对的优势，年龄也可以忽略。谢谢静姐。我们现场已经非常的热了，但是接下来会更热，特别是我们要请上这位荣誉的授予者。我以为他已经出场了，你知道吗？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荣誉授予人郭敬明。欢迎郭敬明。主持人好，主持人好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2014优酷全视频热点人物，请看大屏幕。全视频热点人物Ukunite Top Celebrity Character Award， 快乐男生总冠军让我认识了声音极富张力的他。2014年，才气与勤奋再次为他加冕，《猫儿与少年》首播收视率创下同时段冠军，两场火星演唱会爆发人气，首张专辑《卡西莫多的礼物》曲风多样，足见才气与诚意。全视频热点人物华晨宇，掌声有请华晨宇走上舞台。我们也有请郭敬明来为他授予这番荣誉。来，华晨宇，说说你的此刻的心情。我想跟歌迷说的是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像我一样。
欢迎各位回来，这里是2014全视频之夜。那接下来马上有请出我们下一位荣誉授予人，著名的主持人朱丹。我是朱丹，非常荣幸能够来到2014全视频之夜。